计啊，它的特点是快捷，而且是大容量。作为我们北斗啊，它主要现在有这种融，刚才我说的融技术，融终端，融数据，再还有融网络等等这些方面的一些，融服务、融应用等等这些融合发展的这样一个理念以后啊，它和4G是有一种自然和天然的这种结合面，这种结合以后，应该来说，对我们形成新一代的时空体系，是一种很好的结合体，它能够把我们的覆盖范围可以扩大，我们的使用的信息更加安全，更加精确，应该来说更加可靠。所以我认为这个结合啊是有它强有力的生命力。同时这两个结合以后跟我们的一些智能技术的结合，包括大数据啊、云平台啊等等啊，跟这些数据的一些结合以后，它可能产生一些很多新的业态。比方说我们的今后形成的智能城市或者智能制造等等，这些方面它可能有一些新的业态在不断的产生。